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在1992年，教联会成立的时候，我就受证了委员。1992年，同事呢邀我加入教联，暑假很多次呢都参加云彩老师带到花莲来啊的那个近思语教学营，承担总务工作。 记得第一次听上人开示上人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还没有想出好方法的老师。这对我是一记当头棒喝我就先以这个近思语来洗涤自己从体育中去改掉我自己的习气，并用来教导学生事理圆融随时提醒他们那个。 修正他们的行为，不但能让我改善了师生原本对立的关系，也让我教学更顺利了。获益很多了。尤其上人在2011年的时候，对着那个退休老师开示提到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在职传授知识。 然后退休过后呢，就要以学生来行菩萨道，我都记得然后因此我就开始向那个有联络而且在职的学生慕心慕爱。这种教义是爱的教义。这几十年老师们呢在发心，真侪学校呢，拢因为呢。 慈济老师教育就是教联会啦，所以改变了那个时代很多孩子顽劣的孩子被转变过来，很调皮的孩子，在老师们的教育下，他们走入社会，改变了社会也说不定。你想？ 恁到底教过几班级毕业生？已经成就多少人才？老师心菩萨心。老师心呢，就如父母心。所以，恁的教育唔只是疼惜因的性命，那顾好因的前途，他们的前途方向。 爱伊，陪伴伊。弟子在2005年受任为委员，弟子就将事业精神用在教学工作上，用近思语引领学生有正确的人生方向。那弟子在内埔国中任教的时候，跟一位学生结了很深的缘。这位学生他很特别，是中度自闭症的孩子。 他整天也不开口说话，下课也不起身，也不去上洗手间那弟子就想尽办法，怎么办呢？就亲自带他，也请同学下课要邀他去上洗手间。那这个家庭原本气氛不好，因为妈妈很不快乐，那个婆婆跟先生都怪他，为什么生下这样的孩子那妈妈后来就积极帮孩子植福田，她知道弟子有在收功德款，就说那我帮我婆婆还有家里3个孩子缴功德款，那到现在已经19年了，都没有间断。那这个孩子弟子每个月去收功德款，他就跟像小时候我带他去户外教学一样，都会来给方老师报一下。 那这个家庭也是因为成为慈济会员之后，气氛改变了。弟子很高兴说，身为教师有这样小小的良能，改变一个孩子，影响了一个家庭。这种的爱相信是你们最有价值感，被家长所需要、所要选择的老师。 对孩子呢，最有依靠的，像囡仔会当凭，所以呢，也让孩子呢安心读书长大。所以讲哦，那从幼教啦、小学啦、中学，我们教联会也有教授，所以讲这人师都是人师。 不分他几岁，幼小中大，还有研究的，都是通通称为老师。我也是老师之一，我喜欢老师为老师，所以啊，同样呢，我家己爱，把我的行为做好。 把我的本分事要做好，所以呢，我疼惜大家，不是疼惜生命的，疼惜慧命。期待呢，每一位老师，每一位慈济菩萨、净师弟子，人人呢，在一生中的生活方向。 正确之外呢，慧命要不断增长，因为慧命是生生世世，生命对的时间是一过，慧命啊是生生世世，也唯有慧命啊，那就是像一颗种子。 常常师父在说法的时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呢业随身。那个业呢，就是一颗种子，就在眼睛，就是一颗种子。我们呢舍掉了这个身体，带走的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那一颗种子。 随着我们去了，到哪里呢？都由不得自己。那一颗种子跟这一个因缘，这一个因缘，我们所做的因跟缘呐、啊，那么不是的主宰啦。你们彼此之间不认识，因为呢，走入慈济，同入在师门的。 恁呢？大家人老师伫住在这个所在，老师来会合，这样的同师同门，所以同行菩萨道上重要。走路来，恁啊阿未来学经啊，要趁着师父还在，这一股缘呐、啊，从这一生以来生。 好好的结好缘，当然啦，书搁落去嘛是爱搁传落去哦。我们代代慈济宗门，代代相传。所以现在，假如还是在教职里面，你就想，你的学生内底过去嘛是咱的同道同修者，好好的。 把他的因缘给看顿来，任何一个学生都是呢，能贵主动请假，他才会有因缘哦。我哩讲，因为师生情，哦，那我们过去的呢是同修情，所以懂事，每一个我们就把他当成有缘人啦。希望讲哦，有因缘呢。 一滴一滴互相开了茶会啦，那也可以把新的接引下来，说你们的过去啊，牵引他以未来。亲像现在，大家嘛，大家人拢吼已经真普遍啦，也跟实际接触啦，跟大家嘛现在教育吼有方向，真的。 他的方法也很好，而不管你是退休啦，要得退休，他也是呢，互咱延续教育的慧命。哦，那常常去陪伴一寡。人若要请咱去演讲，任何一个道场，你都该当做讲吼，咱就是咧，甲大家人上课，老师的心提起来，甲大家人上课。 彼此之间呢，人人都是咱的老师，所以师父嘛真欢喜讲，恁转来，那也是师父的老师，那师父还是恁的老师，人人呢互相为助啦，同时呢要谦卑，我们自己永远呢都是人人的学生，所以这个。 尊重、感恩、尊重啊！吼，时时互相尊重，彼此呢提升起来教育的力量。